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裁员降薪的当下这种局面啊，究竟会持续多久啊？或者说这种局面呢，啊如何解决啊？当下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经济的这种持续下行啊，各个企业的压力也很大，那裁员和降薪的这种新闻呢，也是时而不时的经常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稍首先搞明白啊，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呢，呃，什么样的方法呢可以去解决，以及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那我们当下所处的一个周期呢，其实就是一个核心啊，以房地产啊为核心的一个下行周期的一个反馈啊，就是说，房居民的这个房贷的负担呢太重啊，这个负担呢主要是在二零一五年以后啊形成的。 大家知道，二零一五年以后呢，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图啊，就二零一五年以后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额呢，占到了中国有商品房以来啊销售额比例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二一啊，就是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商品房的销售额呢，其实在二零一五年涨价去库存之后呢发生的。那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是占比是百分之五十四。 啊，那因为一五年以后房价涨了嘛，所以销售额的占比就更高。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房地产的销售额啊，绝大部分的这个房居民加杠杆的行为呢，是发生在二零年一五年以后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二零一五年以后呢，啊，这个对消费的透支呢，非常的严重啊，以至于我们到了二零二二年啊，进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啊，这个拐点。 其中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拐点，你能看出来，其实它就是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拐点啊。在二零二二年，这个中国房地产的销售额和销售面积从十八亿平米啊降到十三亿平米，销售金额从十八万亿啊降到十三万亿。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房地产的一个下行周期啊。这个下行周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啊，就是说首先房贷的负担太重啊，然后老百姓呢、居民呢节衣缩食。 那进而带来这种消费的低迷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消费降级。那再往后呢啊，就是企业收入的下降。那企业收入下降了，又会导致企业的降薪裁员。企业的降薪裁员呢啊，又会导致居民的收入下降啊。那居民收入下降了，又会进一步加重了这个房贷的房贷的这个负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在房地产的下行周期呢，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负反馈。 啊，那这个负反馈呢，是跟我们之前二零二一年以前的那种好日子呢，是完全是反过来的。那在二零二一年以前呢，我们是面临一个房地产啊，整个周期行业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反馈。比如说居民啊，按揭贷款买的房，那资产呢价格上升啊，带来的这种财富效应啊，同时呢，信用货币呢大幅的扩张，M 二、啊、社融高速扩张啊，整个社会呢不缺钱啊，各行各业呢都充满了钱啊，包括互联各种风投啊，各种股权基金啊等等啊。 那进而带来的就是消费旺盛啊，包括投资旺盛，那企业收入呢也会进一步上升啊，企业呢就会加薪和扩招，居民收入呢就更会上升啊，居民收入上升有钱以后呢啊就会贷款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是吧？这个改善居住条件啊，所以说呢这是房地产一个完美的一个上行周期的反馈。那在整个二零二一年以前啊，我们整个十几二十年来啊，基本是处于一个这房地产上行周期的反馈。 这个周期过程中啊，基本是一一路向上的这个走过来的啊。那现在到了二零二二年呢，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拐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房地产下行周期的反馈。那这种下行周期的反馈呢，如果没有啊这个中央政府的干预啊，或者没有货币政策或者其他的这个外在干预的话，它很容易陷入一个债务和通缩的这种模型。那这种债务和通缩的模型呢，是一九二九年这个大萧条，欧文费雪呢啊这个学者他对大萧条经过研究以后得出了一个模型。 啊，就是债务和通缩呢，它会相互影响啊，相互形成一个循环啊。越通缩，价格越下跌，债务的压力反而越大。债务的压力多越大呢，进而会导致这种啊，这个通缩的压力呢也会越大啊，价这个物价下跌的压力也越大。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容易形成一个需求曲线和债务曲线的一个临界点啊。那这个临界点的压力呢就非常大了啊，它容易呢从一个加杠杆的过程呢啊，迅速的进为一个被被动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那在以往啊，其实一些国家呢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历程，他们是怎么做的啊？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居民部门的杠杆，那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呢，现在是呃百分之六十三点，我们看一下啊，具体是百分之六十三点三，那这个是从一去年年底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呢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啊，上升了这个。 1> 呃，一点四个百分点的杠杆啊，那基本来讲，可以说呢，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呢，大概率啊，就是这是它的一个巅峰状态了，很难再进行更大的这种突破。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居民啊，如何平稳的、有效的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啊。 那我们纵观各国的这个实践过程啊，包括日本九十年代泡沫的破灭啊，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这个二零零八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毫无例外呢，都是通过政府加杠杆啊，来给居民去杠杆啊，同时呢，实现企业的一个稳杠杆啊。比如说我们看日本，日本你可以看看到啊，这个九十年代以后啊，包括九七年以后。 政府的杠杆率呢是一路飙升啊，那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呢有所下降啊或者有所稳定。那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是在零八年次贷危机以后呢，政府的杠杆率呢从百分之六十啊一路加到百分之百啊，那同时居民的杠杆率呢啊开始逐步的缓慢的这种下行。 啊，直到从百分之百啊，疫情这个次贷危机前的百分之百下降到现在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四啊，也就是说，如果居民的杠杆率不能够平稳的下降啊，或者说稳定的把它在稳定在一个水平的话啊，我们就很容易啊，一直陷入这个房地产下行周期的这个负反馈里面，很难走出来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消费降级啊，包括啊降薪裁员啊，持续不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靠经济自发的这种周期的变化呢。 它其实是很难走出这个负反馈的啊，需要有外界力量的这种介入。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呢，欢迎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加入会员圈子，每周日呢定时直播。那我们呢下期再见。